美国今日医学新闻报道，音乐是一种强大的媒体，能帮助人们对抗多种健康挑战。音乐的五大功能包括放松、提升体能、专注、改善情绪和止痛。一、哈佛大学研究证明，慢节拍音乐令人放松，消除焦虑感和减压。提升体能。我们看看奥运游泳冠军菲尔普斯艾卡尔菲尔普斯的音乐人生。So music has been a part of me every step of the way. It is a soundtrack to your life. But it's something that helps me get away, helps me relax, and it really is a part of my life. 三，音乐令人专注。莫扎特效应认为，听莫扎特的音乐能提高智力。很多医生在手术室也喜欢播放音乐。帮我开啲音乐啊！大将平时做手术都有播音乐。四、音乐改善情绪。美国医院用音乐帮助新冠病人康复。A university hospital's initiative is using music to help heal. 五、止痛。阿司匹林生产者。全球巨头贝尔药厂的官网为双频音乐背书，在止疼方面，双频音乐的效果不亚于阿司匹林。此外，音乐还能助眠、降血压、提升有益荷尔蒙分泌、预防老人痴呆症。在预防老人痴呆症方面，效果令人震惊。我们提倡用音乐代替药物预防疾病，让全世界每个人都健康快乐幸福。感谢观看，愿音乐带给你健康。